上个月底，浙江卫视大型明星密室逃脱真人秀《星星的密室》在北京进行了首期节目录制。在首轮曝光的视频短片中，曾在某综艺节目中有过合作的孙坚和柳岩二人将于密室中再度相遇，并在极度冰室环节中携手闯关。在零下12度的冰室里，伴随着巨大冰块散发出的阵阵凉意，身着一件单薄短袖的柳岩进入冰室后就瑟瑟发抖，双手紧搓臂膀取暖。面对如此娇弱的柳岩，孙坚立马化身护花使者，对他嘘寒问暖：“你冷不冷啊？你行不行啊？”更欲脱衣给柳岩。不料求胜心切的柳岩全然不顾一旁贴心照顾的孙坚，选择全程忽视。据悉，在后面的密室挑战中，一向以性感示人的柳岩还将身着紧身衣上演湿身秀，